30岁的女人一定要多练习这两个动作，睡前练习暖宫驱寒。动作一，拉伸腹股沟，排出宫腔淤堵，告别脸色蜡黄，手拉脚靠近身体，静态1分钟。动作二，按摩腹部，改善骨盆前倾，让经期量变大，让肚子变小，每次停留1分钟。请关注我早上8点、晚上7点半直播瑜伽课程，请睡前醒来多来练习这三个体式，有助于二次长高，让你偷偷长高3厘米。动作一，卧鹰熊，有效拉长双腿，拉伸腹部筋膜，静态保持1分钟。动作二，改善圆肩驼背，拉伸腋下，刺激脊柱，为脊柱注入活力，有助于脊柱二次发育，静态保持2分钟。最后再来拉长双腿，手握大脚趾，随呼气双腿分开，缓慢展开膝窝，拉伸双腿后侧，保持2分钟。请关注我。每天开播9点，你从第一个进来，酷酷的样子总显得臭屁，眼光对视不语，没错，那就是你。女性必练合集，经常练习让你越来越美，越来越年轻，比整容更有效果。动作一，有效紧致侧腰，帮助肝胆排毒，紧致手臂，每侧10个呼吸。动作二，改善圆肩驼背，提升气质，让你练出挺拔身姿，保持1分钟。动作三，下犬式，拉长全身，美化腿型，减少面部皱纹，长练长美，静态1分钟。动作四，有效全身燃脂，滋养面部，静态停留1分钟，记得反侧练习。最后一个动作一定要多来练习，让你50岁都不显老，子宫无渣，面如桃花。多去练习，让你的气色越来越好，皮肤更好。请关注我，早上8点，晚上7点半直播。睡前这样做，长高4厘米。动作一，15秒，3次，上身拉伸，男女通用，2次长高。动作二，15秒，3次，后背拉伸，刺激脊柱2次发育。动作三，15秒，3次，髋部拉伸，拉出大长腿，告别矮。适合所有女性练习的美容减龄瑜伽，让你的皮肤更好，容颜不老。动作一，将双手放在双膝下方，延展脊柱胸腔，眼睛望向上方，动态让下嘴唇去包裹上嘴唇，拉伸颈部，简单颈纹，保持2分钟。动作二，将双手后背食指相扣，随呼气缓慢让额头发际线触地，随吸气滚动头顶百会穴触地，静态保持1分钟，充分滋养面部，减少面部皱纹，提高面部供血。坚持练习，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请关注我，早上8点，晚上7点直播间详细教